身高175公分，体重70公斤的安倍，有不少女性支持者。妻子昭惠是森永制果公司千金，她在电通广告公司任职时与安倍相识，两人在1987年结婚，婚后没有子女，养了一只叫罗伊的狗。安倍很少喝酒，但昭惠酒量很好，夫妻俩都爱打小白球。此外，她还爱吃烧肉、西瓜、拉面，超讨厌生蚝。毕业于晨曦大学法学政治系的安倍，在校时加入社建社，爱看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、谷川勋的作品，也受到中国哲学家孟子和日本能剧作家是阿弥的影响。相较于太座是个迷恋裴勇俊的哈韩族，安倍则是日本女星西田光的粉丝。安倍昭惠曾接受日本文艺春秋专访，透露年轻的安倍在两人第一次约会时，为了塑造成熟世故的形象，穿了与他年纪不符的名牌衬衫，看起来一点都不酷。尽管两人结婚近35年，他仍爱昵称丈夫为小静。他坦言，嫁进安倍家这样的政治世家压力很大，对于自己无法生育也很难过。